分在同一边的。那先发投手到底是谁呢？看这个球捞起来，打到了左外野方向，蛮深远的哟，出去了！哇，杨宗贤来了一次啊，杨春全力打 solo home run。哇，这边左打部队啊，真的对上林成化，同一师队啊，就是有办法把小白球给打出去的。杨宗贤在那边开轰啦，敲出了一支带有一分打点的阳春全垒打，这也是他本季今年个人的第一支第一轰的全垒打，也帮助球队呢先取得脸1-0领先。这个状况也好了，哦，动作不挂点。老子刚才搞笑哎，那老姐你确实不容易啊。是。哥在那边呢，敲出了本季个人第。